计较冤冤错，替无思量事事难。这几年来，我各项代志拢用心计较，结果一个家，去让我活到变安尼。无幸我真正唔对。两个囝，当爸给我逼到离家出走，啊，这么家伙，搁流浪在外口，不知伊到底过了安怎？这不是这鬼的，你要这个从啥？是给有心人吃饱的啦。一天一点，不要紧啦，我来坐啦。刚好，咱也是较欠的啦。加班，今日加班遐尼晚，后摆事先敲一通电话，再来讲一下。敲电话，敲啥？我稍微记住，咱家无电话。有啊，搁予你对我滴吃苦的。你放心。我一定很快就赚到钱了，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哦。这都不重要，我们可以平平凡凡过日子，我就很满足啊。不用啊，你放心啊，凭我的学习和能力啊，我们会用。婆婆求什么话，你可以给我的身躯比平安就好啊。你放心啊，现在我做任何事情啊，你真顺利，不会让我们来啊，哦。家豪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定不当忍受失去你的痛苦。我答应，我这世人哦，永远袂甲你分开啊！